超級爸媽食買玩咧，就由 Karen 帶大家去到尖沙咀食牛油果啦。咁今集我如風咧繼續都會留翻喺尖沙咀，去到一間咧非常之啱一家大細玩嘅酒店，仲睇下佢哋有啲咩住宿優惠噶。而家一家大细嚟到呢间酒店玩咧 ，Piccolo 嘅同梦缤纷住宿计划，每晚嘅房价咧大概就系由港币1150元起啦。呢度系咪好靓啊？系啊，又好舒服添啊！同埋酒店咧，原来送咗份礼物俾你啊！嚟睇下，噔噔，好快齐嚟睇下。有啲咩咧？呢度，跟住佢呢度，系啦。我睇下有啲乜嘢，攞出嚟。Yes， 好，数下。呢度有拖鞋。拖鞋。呢度有牙膏。牙膏。呢度牙刷。牙刷，哇，好得意啊，兔仔嚟噶。系啊。哇，呢度有冲凉。系啦，冲凉同埋洗头，啱晒你啦！今晚可以冲个靓凉啦，你。呢間酒店的住宿優惠裏面就包了一個半自助早餐，除了可以跟住餐牌點自己喜歡的嘢食之外咧，都可以行埋出去揀嘅喎。大概有啲乜嘢咧？會有麵包啦，又或者係一啲生果，或者係冷盤。總之揀到啱為止咧，先至慢慢坐翻去食啦。而今次 Ariel 咧就揀咗佢最喜歡的西式早餐，而我就揀咗中式早餐，真係迎合到唔同嘅人嘅需要啊！同 Ariel 食完个咁丰富嘅早餐之后咧，就梗系带佢嚟 Piccolo 儿童俱乐部嗰度放下电啦。呢度有间海盗主题嘅房啊，可以俾爹哋妈咪啦，仲有小朋友一齐扮下海盗，影下家庭照，好好玩噶。你睇下，仲有好多道具咧，可以俾大家拎住嚟影相添。仲有一间房啦，可以有专人教小朋友同埋妈咪咧点样去扭下气球啦，扭完之后仲可以拎翻屋企做纪念品添。而呢一间房更加有啲帐篷啦，可以俾小朋友喺度玩波波之余，仲可以同爹哋妈咪喺里面倾偈、讲故事添。嫌呢啲嘢都太静态嘅话，亦都有个游戏区，可以俾大家入去跳下舞、玩下游戏机。是不是很想快点来到这间酒店玩呢？记住了，做齐以下这两个步骤，那我们就会送出马哥勃罗香港酒店的自助晚餐两份，快点参加。